小细腻，还是要酸。姐，请你，小姐，来来，一起来。这个是巧克力的，这里，来，我要巧克力，来来来，要大声一点哦。好吃，那什么的，准备好不好吃？还没。你们要多一丢袋一点，有袋子袋，妹妹，这个袋子。实验走了。当归就芥末嘛，是吧？加罐了。啊啊！啊就吃下鱼片。芥末哈。听到？只要整。很重啊。对啊。那块给我。它比较红一点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再拍。这个看好不好？这是红色，好像番茄一样。看啥？嗯，好喝。它这个虾是都有纤维质啊，一些纤维质，伊个维他命 C 的，好不好吃？要你吃啦，吃啦。啊，但是后一点啊，我最是不错，这个包2000来了。不叫，简单，我一试呢。那叫吧，什么气味？感觉会解酒哦，解酒，我无啉烧酒啊，哪就是啥物解酒？就是要派部队到那边嘛，哦，好多装置，好，哎呦，那那等一下，等一下弄完之后，还要下来，那考虑到七月明天七月的因素，啊，结果呢？不会在车上睡觉呢？拉行李啊！哦，都在神出啊！出来！开个车都。还是要寄生啊！三台第一台车嘛，我们这几十个老刘把老刘已经几位啊？几位啊？弄来哦，叫叫车叫车啊，车啊，车啊！到这边来啊，车来接啊！老板，
番茄是吧？啊，好好好好好。什么稀奇吧？哈，这样才稀奇啊！到电视高头。耶！什么东东？那是牙膏。关系用几来要发了？几两几分了？那柿子啊？人家的路啊，我找到啊。那是延伸种子哈。你要打三柱啊？打三柱，谢谢。打三柱，何辉。哎，正好。还没有吃哎。来哦，哎，我要问一下哦，先。扣档不能照了。先站吧。哎，那个好吃哈，不错。来，小小菜。小猪吃，还要压烂给小猪。
很香啊，很香啊。这样，那是百合是吧？百合，这百合的种子很棒。这个啦，这个才是秋葵。对，你看。可以啊。红花的长花瓣，扶桑花。扶桑，又叫大红花，但是这个不是红的，又这边又多了嘿。就是它就是从花蕊的地方开花瓣的。你们现在这个绝对不是口味，我地瓜干要吃皮的，要鸡要吃皮。算计了，啊，那算计就透懂了。我说不，我们这个晚会你不要介绍啊，就是因为这个水
没有施工，台风季节也是那么大，大的话，还有总的这个工程费用，这个水过来以后都不竹子砍下来，一剪以后，十个人都在这划的，这个铁轨啊，前两天不能换新的，所以这段时间，如果能找到明天那个镜头的话，它的空气比这种空气还要稀薄，要不就三年，所以这个不单就很好的一个地方。在这个地方还有人物，很多明天我们99%是科学家的朋友啊，相亲啊，他们很早说也是村里面新，都是2000年、3000年，是的，两个看看，因为身上一根，不好意思，在阿里山的话，一吃药买药不也在这个地方啊？这个答案是很多人看说，你们都原住民做，为了保存。中秋节啦、还有什么什么节啊？他们猎物什么的，十二这个小田尾，对，黄山雀，这个应该哈，那个甘泰水乡是有色鸟的，就是五色鸟，但是在那个这个甘泰水乡呢，天色水乡，有人差不多天亮的时候，它就会叫。举手，好，一个挖出，一个洞把它挖出来，挖出蓝腹琉璃，蓝腹琉璃就是母的，公鸟比母鸟哈。黄尾鲫这个是，它游泳就抓小鱼小虫，可以是世界啊公认的这个世界保护。到你们右手变成的那个漂亮三条线，现在游戏要开始了，我们很好，三个人，有没给你布吗？我说小蜜蜂，汪汪汪，没有声音的啦，没有声音的啦，专心，等一下。给他们发蛋，小蜜蜂，小蜜蜂，小蜜蜂，那就对了，过去过来，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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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大家。